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呀、啊？到底怎么办了、啊？我开一下冷气，这场面太难了，这太难了。没有，只是我烦的点是，我烦的点是就是学的东西，然后我用不到，学的东西用不到。上一季哭了四个，那不就都是女生在哭吗？我不信是男生在哭。上一季哭的是不是都是师妹组啊？是不是？好，小心要跳了吼！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你不要笑啦！你不要笑！哦，我不要笑，我不要笑哦！不要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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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笑！不是，不是。他是把我禁言了吗？还是？Hello，Hello，Hello? 还有吗？还有吗？他关视讯了。按，所以说其实按快也没有问题，按快只是变成说我们不会完美的哦。那你先挡哦，你先挡一下，好，你不要按 parry，不要按 parry 哦。哦，好好。你看你挡一下，你看你挡那个头水，你的动力槽掉多少？快一个。对，很恐怖。所以其实你挡个七次，你挡个七次头水，你等于说你就直接崩 out 了。所以说，就算我们按不到完美 parry 啦，我们也要按 parry，因为你看，然后等下你按普通 parry 就好了。你看我这样，你按 parry 你会消耗动力槽吗？看，来你按，我快到你再按就好了。哎，我快到你再按。再一次，早点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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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哎，早点按，早点按，早点按。哦，对，你看，就是至少，哎，对，就是说至少我们动力槽不会被白白消耗。就是我们这个游戏机制是这样的，就是说，让我小调一下。哦，你看，爱我吗？你会爱我吗？如果我是 DJ，你会爱我吗？你会爱我吗？你会爱我吗？每当夜幕降临，我们才睡醒，睁开双眼，带上我的 Apple，Apple 妈妈陪在我左边。我是午夜 DJ， 感受我的 music， 快乐时光不能浪费。如果我是 DJ， 你会爱我吗？你会爱我吗？你会爱我吗？如果我是 DJ， 你会爱我吗？你会爱我吗？你会爱我吗？ Hello baby， I'm DJ。怕打扰到他们。暂停，暂停，暂停，拍摄，我开台，我开台，因为怕你的话，我需要两位帮忙，就是我爱你，我爱你啦，爱你啦，谢谢游王，我需要 Gaspoon 跟那个晨晨帮忙，对，哦，不是我，我想要请你帮忙，但是不太好意思请你啊，对，我很想请你帮忙，那你两个去吧。对，因为我们这里要打 rush 的，但是我想说找你来会不会太强这样子？对，我们是要打 Yolo， 对，太强了，对，有点太强了。Yolo 比我强了，不过，好吧，那水开台，你很会讲话，不愧是五谷官腔王啊，好啊。那个，但我看他写那个，对他写波山啊，但波山要怎么样？他有没有更新？哦，我看一下。那淡水，你得活下来两次啊。我觉得努力啦，努力。对，我还是赶紧帮你上香吧。哎，我有机会，机会。一万啊，雷顿不会接。好悲啊，好难。这不是这打脸，你终于知道看 JJ 那个打的感觉是什么了吧？你现在跟他一对一，你更明显有这种感觉哦，很可怕，真的很可怕。
因为他是有这个实力啊，你是 master， 就是我是这种烂的人，我就觉得是很正常。但是你是大师啊！啊，有有有！我紧张，故意做效果的吗？对对。不是JJ，你一定要排最后啊！我要，我们要累积那个必杀技给你啊！真的啊，你不能打第二排啊，你一定要排最后的，真的，我们会尽量把它选学，然后留最大力的给你，因为你是最强的。没问题啊，然后我只要一招，我就要把优柔干掉。对，好，这一招你就把他干死。我从现在开始就这一招。Disco 会把你消音呢、欸，你激动到断麦了，姐姐，你激动到断麦了，硬要把他我抓死，听不到，我这一招只要中他，他必死无疑，他是绝对必死无疑。OK， 超级哈瓜，逼逼死啦，真对空出不来啊，没事，当天出来就好了，没事，动力冲击，还敢骗人啊？不是啊，你不要听啊，你为什么要听？完了呀，超级哈瓜！我叫你没有场外力回啊，爆了，没有问题，没有场外力回啊！完了呀，在搞啊！完了呀，超级哈瓜！骗人啊！你还敢？啊，机器！哎，机器！哇，有点了！喂，机器！在搞！机器！啊！要不？我在搞一种，说的搞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、やばい。外出た、俺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、まだいる。え、やば。やばい、駅名。でっか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、これ。これいかんって、俺初めて窓から出た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、お前らネット見て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、マジでっか、今の。5ある。あったろ。ビービーって言った。え?ちょっと待って、閉めた窓。一回外出た。ちょ、関東揺れてない ?4! 今ので4! いや、そう、普通に絶対3以上あるって今。唱生老病死的对话送来新的希望。下雨了下雨了，那是你的眼泪吗？将我淋湿可以吗？让我感受你的痛啊，笑我吧。不分黑夜是否太傻，笑我吧，走在边缘只剩挣扎，笑我吧。啦啦啦啦啦啦，我还有明天。1990的秋天，我演完最后一场生老病死的对话，送来新的希望。下雨了，那是你的眼泪吗？将我淋湿可以吗？让我感受到你的痛啊，笑我吧。不问黑夜是否太傻，笑我吧，走在边缘只剩挣扎，笑我吧。啊啊啊啊啊，如果还有明天，希望这掌声你也能听得到，希望我们的梦想永远不会被忘掉，希望有一天啊，我可以再见面。哇，你带好狂啊。DJ， 我是 DJ。刚太壮了，怎么样？不会不会，这个很猛。我是 DJ， 我是 DJ， 我是 DJ， 我是 DJ。叭叭叭叭叭。然后嘞？365天，没有一天可以放个假。戴上监听耳机，今夜的 party 我最大。哎呦喂！我是午夜 DJ， 感受我的 music， 快乐时光不能浪费。如果我是 DJ， 你会爱我吗？你会爱我吗？你会爱我吗？如果我是 DJ， 你会爱我吗？你会爱我吗？你会爱我吗？我觉得你要不要考？每当夜幕降临，我们在睡醒睁开双眼。带上我的 Apple LV 包包背在我左，完全不需要那些东西啊。他等一下干嘛？他等一下会开场音配或指令头，所以我都跳起来我就赢了。对，没有别种可能。那我讲了，他还是会用，看看因为他就坚持用这招中我。你就看看，你就看看嘛。哦，有啦有啦，我追过了，帮我，嘎嘎乱咬。还敢熬啊，淡水！
对付你这种凹狗，我是很有心得的、啊。漂亮。哦，老师半条命没了。干、哦，你真的不硬配吗？哇、哦！哇！我硬配装不回去。厉害！你并不能过呀、啊。哦，我的 JP 是绝对100%处理 Yolo 的，完全不用担心。那我那一场我直接死掉，给你满血跟他打，好不好？啊，没啥问题啊，满血我都打死他。完了，要死了！这真的很难啊！兔子，干死他！对对对，三连拳，三连拳！这个豪弄以前老人是那种很低音的那种，人家是阿布高很是阿 B 高。基本上我就是喜欢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，譬如说我真的有，我跟你跟你讲几首我比较喜欢，真的，这之后如果有时间想学想唱的歌，这首也是。老师为什么一直在那边一边听别人听别看那个二轮地尔，然后又在那边偷笑啊？那嘴巴一直在笑、啊。什么东西偷笑？没有，我在看你们比赛。我在看西哥打、啊，我在看西哥啊，西哥，那个跳路要用跳金脚，我是不是跟你说过？是要叫我确认呢，要跳金脚呀，西哥，西哥乖啊，西哥，要跳金脚啊，西哥。我真的有点心虚，小心注意啊，小心注意。不错，不过是小膝盖不错，没关系。哎呦啊！不要急着脚起身，不要急着出脚刀哈，先看一下对手有没有跳，有跳就不用用 OD 的了。哎、欸、哦哦，你谁？